从头听到尾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特别不靠谱？就先说男生哈，就是您交往刚三个月，然后见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就敢把工资卡上交给他，然后你知道他周围朋友的电话号码吗？你全有吗？就是他的家庭背景你都知道吗？就很简单的一个常识问题，就是我们为什么就说我们开车都要限速，对吧？高速公路上都要限速，为什么？因为超速就会出事故啊。你们两个人现在什么都没弄明白呢，而且又相隔这么远，在没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就谈婚论嫁，甚至把自己的工资全部上交，这明显超速啊，就不合符合逻辑，你明白吗？然后女方我想说的是，你想明白以后你嫁到佛山之后你要干嘛吗？就你以什么为生？你就靠他去养活你们两个人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可以做很多工作。你有做规划吗？为你的未来？嗯，你是有做规划的哈。对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女生远嫁这件事情是需要慎重考虑的，因为远嫁不是一种选择，它对一个女生来说是一种能力。当你有了生存和生活下去的能力的时候，你选择远嫁，那嫁得再远就是一张机票的事儿，回娘家。如果你没有在当地立足的这个能力的话，就算你嫁得再近，你到了那个地方一样是找不到自我，会迷失自我，慢慢的你到了他那边就会变成他的附属品，明白了吗？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先从认知和常识这件事情做起，再去想这个喜欢和爱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好吗？好，祝福你们二位啊。嗯。